闪电的攻击，大步前进。一二，预备，冲！闪电的攻击，大步前进，坚强的防御，欢迎光临。钢铁的意志，团结一心，脆弱的肉体，奔放的心。起步，走！战斗的号角。 在野外被联盟欺负了。好，我们欢迎这位菜皮爸的加入。这年头单打独斗已经落伍了，想要赢的话，唯有才是王道啊！我回来结束它，单挑打不赢。看我有我是强，战场欢迎你，战场的家人。 就大家都穿一样，一样才叫制服啊！死老百姓，立定，哦，浮力提升，一下二上，预备备。 想征服战场攻顶，听我口令进行。傲山拳上马冲进敌营，敌阵抢旗杀敌，精锐部队驾驭，用占领铁匠铺那霸气，捍卫阿拉西啊！吹石战铁绝不能分心啊！再去破门破层层困境啊！开战防御一定要镇定啊！胜负全看摆什么阵型，世界战场人数多就占便宜，冷门战场不用四处走，就站原地。一分钟后系统就会说此战役人数不够多，战场将在2分后关闭。 山要遵守，可是那空空战术走位我听不懂，跟着领兵一起往前冲 ，Go！ 中场饮水500CC， 喝水。这位兄弟，不如。 打完仗，我们一起喝杯酒吧。结束之后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回老家之后，我也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店了。这是我儿子的照片，他终于会叫爸爸。搞不清楚状况啊！战场上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。回复下一档。战士沙场，气好壮，慷慨赴义。 再碰键盘不准碰它。行吧，你没有女朋友，你可以碰我。